喂 ，Hello， 大家好啊，又系煎韵嘅时候啦。咁啊，开波之前啦，咁啊讲一讲呢啲吓所谓新闻啦吓。咁啊，有呢个第二弹对武田嘅精锐部队系嘛？系啦，咁咧今次咧就都系炮嚟嘅，就出咗啲明治光秀啦。咁啊，即系佢话系专为打武田而出啦吓。咁啊，其实都系想出新角色嘅啫。系啦，咁啱就系点咧？因为呢个历史记载啦吓，呢、这个。本能自知戰呢，即係呢個事件呢都係喺6月2號發生嘅，所以佢又咁啱今日出啦，咁啱今日出埋呢個半邊嘅明治光秀啊，咁啊大家睇下有冇興趣啦，有啊自己課金嗰啲嘢啦，因為呢個 game 都唔少人課金嘅，你問我會唔會我就唔會㗎啦 ,ok, 係啦，咁我哋而家講一講活動嘅嘢，係啦，今日嘅活動呢就係呢個咩呀这个捕獲战场啊，太原雪斋的捕獲，这个叫什么黑衣的宰相嘛，是不是宰相，黑衣的宰相。咁太原雪斋呢，其实可能大家唔识啊，咁太原雪斋其实就是金川议员的老师啊。是啦。咁啊咁啊当然金川军啦，佢都是用弓箭的，咁啊同金川一样。是啦，咁啊大家见到啦，三段我是打过的。咁啊难不难打呢，我都可以同你讲。正是大佬那关难打咯，其他前面啲关都算易嘅。嗱，佢就大佬啦，太原小斋就全队用弓箭嘅。你唔好以为佢呢度一星喎，大家睇佢得一星，其实唔系嘅，好恐怖嘅，超劲。系啦，咁咧通常佢一队伍啦都用枪同埋弓，得一队用马嘅。咁啊，基本上都带一支炮得噶啦。系啦，咁我都系带一支炮嘅啫。咁啊，尽量都系骑啊。再加个弓啦 ，OK， 咁啊，应该开得过，依咪先，都系呢个阵啊，呢个阵啦，咁咧啱啱呢个阵我试过打过咧，都又唔系话好轻松胜利咯，都一般般啦吓，过得去啊，先用边个做队友好咧，有边个拣啊？好似冇啊，冇边个好拣喎，咁啊拣呢个咯。揀呢、這个。即係因为佢全队都係用弓㗎嘛。咁我用揀隻騎嘅队友好过。喂。係啦。咩上和田嗰个想个城要攞㗎嘛。OK。嗱佢呢一开波呢啲就好狗嘅。佢真係死都唔会喐嘅。咁啊，尽量等一等先啦，大家。即系点都唔好俾佢先走先啊嘛。嗯。佢要出啲埋伏啦。先佢系啦，呢下咧，呢下就可以冲埋去嘅，其实。即系我建议啊，呢下可以冲埋去，因为之后佢就会分到好散嘅。呢下冲埋就差唔多。佢基本上系得呢一下佢系搭埋，之后都唔会搭埋，系噃，开你波咯咩事？系啦，咁啊，大家睇完条片啦，我就只伊达星嗰啲运啦，希望系有用啦吓。OK， 即使佢唔系出场打人，佢就咁喺度帮，唔系帮手，系喺个队入边都应该加到运。同埋一样嘢啦，想同大家讲就係、是、其实你嗰铺打唔打得到啲嘢呢，其实喺你入场嗰下已经係决定咗㗎。所以就即係唔使话特别係觉得话要做边啲嘢先可以、增加个运气。其实你一撳入嚟战场嗰下，其实已经决定咗你中啲乜嘢。即係当然啦，如果你攞唔到 S 啦，咁佢就唔会俾攞 S 嗰样嘢你啦本身。呢个就由你自己决定嘅。但是你攞完 S 会攞啲乜嘢呢，就佢一早决定咗㗎啦。OK， 继续啦，三隻弓㗎嘛，嚟。我专登就係三隻马。都算好彩啦，佢成队都用弓。有三队係用枪嘅。
哇，啱啱同小周拍完片，所以嗌得好激烈，要饮多啲水。OK， 打完呢两队咧，睇下先，剩翻嗰两，剩翻嗰两队就系用枪嘅。咁我就会建议用神元啊，唔系，即系我第二队去打啦。因为我第二队就有三只弓喺度。哎死啦，俾佢先手添。哎呀，芝芝，我唔记得咗佢会出多隻添。哎嗱，千祈唔好学啊！大家行呢一步嗰阵，记住开咗迎击状态先啊。OK， 咁样啊，搵你食嘅。啊！记住啊，行呢一步记住开迎击姿态，如果唔系就好似我咁食技嘅。啊，芝芝，啊虽然唔系话特别痛，但都唔好啦。因为打呢一关咧就冇嗰、那个，即系冇本阵俾你回血啊，所以都几惨啊。最好大家每一队都带只回血啦，呢个系必要啦。OK， 啊，仲有一队要打。仲有一队冲出嚟，黐线！救命！你不如放过我啦，你俾我开翻招迎击姿态啊！冇啊！诶，得咯，系喎，啊，睇先咁样。哦，即系佢本身城入边嗰个唔会冲出嚟嘅，因为 我上次打咧，佢系会冲出嚟嘅。啊，今次好彩，咁我开嚟呢度啦，行呢一格。咁啊，两只打我啦吓，啊你单打我啦吓，啊唔使留手啊吓，鱼俾你打，OK， 呢两只出技咁样，直技啦最，哇，你打得几硬正，明我黑佢，但系我扣唔到佢一半，黐线。哇，咁样咧，而家系我先手啊嘛，系嘛？但都扣唔到好多嘅啫，又用主只先，用呢只啊，中呢只，可能俾佢打死都唔定啊！冇啦，哇，好在，真系超好彩呢下，咁样 OK 啊！真的差点死、啊、所以大家想想是不是要打三段之前呢，最好看看这条线先，大家看看够不够打，即如果你的弓箭是四星的或者是劲的，那么、啊、够啦，当然够啦，我的弓箭是得三星的，太原就在那个位置出来，即是 右上角那个位置出来。咁我打完呢两隻啦，就要去抢埋个城，再去打太阳雪寨。OK， 哇系喎，呢个有五队喎，黐线嘅真系，啊黐线噶，咁样出住技先啦，横掂等下会回翻，冇办法，冇理由而家留技啊嘛，仲有两队要打，冇可能留技。哇！黐线，唔好恐慌。哇！好在挡咗，打佢啊！哇！秒唔到添，哎呀！哇 ！OK 喎，呢下反而 OK 喎。咁样啊？继续啊！呢样弓箭肥佢，始终系弓箭肥一痛少少。咁样啊，佢今回合唔出技，继续啊。咁样系啊，继续嘅。点解秒唔到嘅喂？冇理由秒唔到噶喎，次次差少少。死啊！佢想出技，点好咧？咁啊，照出啦。试下秒呢两只。怼佢，耶、yeah, ！搞掂。嗰啲马骑马技咧，就一定要留翻大佬先用，即系除非好似而家咁啦，仲有两只要打啦，咁你就可以用一下先。
如果唔系咧，你知道下次大佬一定会留记啊。系啦，又打落嚟啊！喺7200嗰啲有得三只，应该每只2400啦，系嘛？如果啲数学冇计错嘅话吓，系 OK。啊，醒佢一炮啊，唔该。啊，唔系喎，系咪呢边啊？系醒佢一炮，唔该。咁样再啲两日队 ，OK。大佬冇啦，哇，痛到又差啲死啊！飞唔该，啊正，怼落去、所以咧要留一隻炮喺度就系咁解，因为呢度有一队系骑马啊，唔好大家见到，唔好见到就系、是、啊，全部弓箭同埋枪，哎得啦，耶！咁啊，如果留咗呢队咧就几麻烦，你临打大佬之前嚟扣血咧就好大镬噶，啊咁近啊，等我嚟啦。啊！神猿行到过嚟，我都抢完啦！哇！其实咧，如果翻嗰啲嗰啲细城咧，都可以补到血咧，咁就我一直都好希望可以咁样。嚟补一补血先，大家要记住，打呢只系好难打嘅，除非你有好多五星啦吓，咁我冇嘢好讲。O.K. 呢只系真系难打，唔系同你讲笑，有可能输噶啦。我今日打赢，我都要死一只先打赢。先 O.K. 咁样用阿柴田先啦。系啊，柴田咧就系前几日好好彩抽一中，好好彩啊，真系好好彩。死啊，控科唔到佢添。啊、下鋪用清正試一下，如果咧你控方唔到佢咧，你都几大镬嘅。先呢个 ，OK。控方大佬啊，都系唔得，黐线，唔可以次次都系咁样噶。你啦，又加工啦，好得人惊啊喂！啊，加两次都系一样嘅。大家唔使惊，好似好有气势，加两次一样嘅。死啊！佢今次出技啊，知啊？咁啊，大炮击啊！之后揾边个出去顶啊？你出去顶啊！之后再攻箭啦、啊。OK， 睇下得唔得啦？希望佢唔系先手啊！哇，真系先手，神速啊佢！哇，痛到黐线！仲系差啲，系得咗，喂捉到嘢、yeah! ，哇我第一次拍片捉到嘢，啊又真系要死一隻啊，冇办法，咁样咧我呢回合要补血啦，咁样先呢、這个，啊唔系出嚟先啦，横掂你都满血，哇哇，补血大佬，补血啦，系得。佢而家出咗战友系统系真系几正嘅，可以咁样帮拖法、啊、真系要好好多谢人啦、啊、本身就打得好辛苦，佢而家有战友系统、啊、可以帮你一隻咁多，所以咧大家应该将最劲嗰只摆做头啦，啱、啊。就算自己唔系话有咩特别用途，唔系话有结束技都可以帮到人，最好就系咁啦。系啦，如果大家系想加我做 friend 啦，咁啊可以加嘅。我等阵摆个 ID 喺下边啦。OK， 啊，你话我嘅咩金川义员工啊，并肩作战啊，咩，唔知道，我都系乱吹，我都系乱吹嘅啫。耶、yeah, ，我捉到啊！第一次拍片系捉到嘢咯，之前冇一次系捉得到咯。耶、yeah! 啊！啊呢个啊，帮我申请自由啦吓。啊 ，OK， 唔该晒。啊，咁啊，睇一睇只太原系咩料到啊 ？OK 呢只啊嘛系嘛，系啦。嘿，啊点啊？哇，吹到招技系古舞嚟噶。
我仲以为有嗰啲咩咩咩齐射恐慌嗰啲添，吹到呢只系鼓舞噶咯，即系基本上佢唔系攻击型嚟嘅，系啦，佢系纯粹系帮你嗰队去加全体嘅攻击力啦，加 30% 啦，啊，仲有呢个睡眠耐性，啊，不过咧个 cost 要14嘅，嗱，咁咧我对呢嘢嘅评语系点咧？你打佢嗰阵咧就好威猛啊！你攞到嘅时候咧，睇一招技啊，真系嗱，真系有少少失望嘅呢只啊。虽然系捉到啊，咁我谂呢只都有冇必要去拆咧？咁啊，大家自己衡量啦。我可能会拆多两三只出嚟嘅，系啦。咁啊啊，即系其实如果大家冇一啲像系加工嘅，咁都可以拆一只啦。但如果你话有啦，咁其实都一只就算攞图鉴啊，算啦。OK， 咁啊，今次嘅活动我谂玩到嚟呢度啦。咁啊，希望大家都够打三段啦吓，祝大家好运啦，抽多啲靓嘢。OK， 咁我哋下集再见。OK， 好，拜拜。